由徐浩峰、徐俊峰联合导演编剧，陈坤、吴磊领衔主演的武侠电影《入行入格》官宣杀青。影片发布的概念海报中，红色和蓝色的线条构成翻涌不息的波浪，而陈坤和吴磊扮演的角色分别站立在画面的两端。影片中，他们扮演一对多年不见的兄弟，一幅古画让他们的命运再次交织。父亲一眼，改邪归正。改邪归正，遵从父命，你是孝子。徐浩峰此前执导的武侠电影《师傅》《剑士柳白猿》《倭寇的踪迹》都获得了不错的评价。作为作家的徐浩峰也出版了不少的武侠小说，这一次的《入行入格》同样改编自他自己的同名中篇小说。最近徐浩峰的《入行入格》、徐克的《射雕英雄传》、吴京的《刀》都纷纷传出最新消息，希望这一波新片能让我们看到国产武侠电影的复兴与突破。